听手呢，要一定要锁，锁呢不是用手，而是用肾上腺的，哎，肾上腺的，它是这样的东西。啊，我们在狮子手，就是我们那个狮子手的变化的，它的靠法大家是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一般来说，纯是推手的靠呢，不准，就是这手往前出，啊，靠不能仰，啊，我们大家表演一下它的靠，它是猛的，我来说，啊，对，它猛的就是这个劲，要抖，身上这个抖这个劲，啊，靠的同时它紧缩，为什么它能出到这个动作呢？我们搞一个慢动作，它是叫一扑，为什么？这叫自然顺活，它在你同时的时候一扑，它力量是直的。他只有他那个力量整，我才能出到这一步。还有一个呢，他再下来这个动作，他是带，他是带，这是中间一个踩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推手的当中呢，就是说、啊、这东西是专练的。如果你要是轻轻的手，好比轻还按轻轻的，哎，轻来轻去，就是我们那个翁明耀太极拳的动极腿极，动反了，就反极。这个靠一般，这个靠就是我们轻式太极拳这个懒叉一啊，懒叉一本身这个叫右进的靠，你看我们慢慢的动作在叉这里啊，它这个靠并不是用先手那么靠的，它是根据这个手呢，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手，看看这个手呢剧烈，你看同时它是慢慢的用，这个肩呢不可跌到手里了，所以说这个肩头这是重头，靠全在步伐。过去有一句话，老师我讲不是对不对，就是说手是两扇门，拳称决胜门，我理解太极拳的决是在步伐。陈新先生怎么讲呢？就是说他怎么讲的呢？这个话呢，就是说啊，手到步到发音巧妙，手到步不到发音不巧妙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因为诸位名家专家在这了，是要有学习的机会，至少我想呢，就是把这几个层次的发音动作一个呢给大家这个回报一下啊，有利于我们今后在推手当中呢，就是我们的互相学习。这一般来讲，我们这个手为什么这个肘不要抬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如果抬肘，我刚才看着那个陈老师在推手当中对拳的推动，一定在对抗间，他一推一活过以后，他把这肘啊别走，这个肘一别着以后呢，对方呢就是不利就失去失策。那么我们在推手当中，就是要采取什么呢？叫知己知策，我顺人背，人让我揉，并不是陈太极拳妈说的就是硬顶硬撞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如果大家说看我们这个动作以后一停，这个平胸的瘫痪的动作，如果到他往上抱，我的手往上来，哎，腰一到他往上来就靠，他不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硬往下，他如果往下来呢，我往下去，可是我的身这宣传不准这样啊，他不准这样，不准这样，为什么？他的力气螺旋拧，他按照什么姿势按照啊，一旦弄到向台就要起势格走，不准往这儿去，他来得及多了，这手都是断，那身上不宣传是这样去弄。力气保全，如果说你要是慢这样，大家注意啊，这就不符合陈氏太极拳的要求。陈氏太极拳要求是什么要求呢？他就画就是画，画就是画，他不同。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捋，他捋，大家我看看欣赏这个，就是他捋的这个动作，他捋这个动作呢，我们虽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站直啊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呢他走上步，上步那个消失手是吧，上步刷刷的，哎，这一个手刷，在我们那个陈氏太极拳的鲁西奥步，过去的小架子有个这个动作，就是他有个这个动作，就是专门就是靠捋的方法，这里呢有个靠法在里头，一个呢他是捋的同时我随，随后我是穿心走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怎么办呢？好，他从这个地方哎，一个来这个小击，这是个击法，击法的同时我一画一闪，虽然我的身上闪了，我的身法根本离位，就是中令。说这个中令方面呢，就是在中式太极拳这个
重心方面，他要求随遇平衡，不允许在税收当中大学大学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说陈志航，他不学这个重心偏不移于这个税，这个税是虚的，不准。这样一下有第十九，他要求呢设六个黑，啊，后头六层印，前头四层印，中间有一条印，这个中间这一层印呢，来回的呢这两个这个来回的倒呢。他就是个将两个啊，还有呢，陈志代跟那个推手的手呢，他又自断于公断的配合。怎么这个自断法？自断就是这个性质，这叫自断。那么这个是公断，那公断的同时呢，他又自断，所以他每个动作呢，就是对这个公断之间要加工的锻炼。所以说呢，练陈志代一圈呢，就是孙家洲的十六世家传名家那个金星先生就说过，打太极拳。去明参之境，参事者用中气之方脉，不明之即不明参，不明参之境不明明，你就不明为陈氏的拳。所以说这个怎么样的参法，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参，我们和手肘参战的同时，如果我光这样没有用，那我这个手肘踩到这个把，只用这个手那么一点，可是我这个手动小，这个腰。